那我们的青年即将开始了，已经看到了，我们的22位女孩已经集结完毕，整装待发。那11位女孩能够最终成团，全部由你们的点赞来决定。是的，在等一下我们竞演即将要开始之前，我现在要发布的就是最新的实时点赞排名情况。不要紧张，我要说的是好消息。好消息，现在最想听的就是好消息。那我把好消息告诉大家。第一个好消息是，到目前为止谁暂时守住了前11的成团席位？谁守住了前11的成团席位？我们马上就要公布。但是在此之前，我也要宣布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截至6月21日中午 ，OPPO 点赞榜第一名孟美岐获得额外10000个赞。恭喜你，美琪。接下来我就要公布守住前11的名单。截至到今天晚上8点直播开始时，实时点赞排名和今天中午12点点赞排名的结果相比，前11中名次保持不变的选手有。啊，紧张，紧张。这一共有3位选手，他们的名字是，你们三个在前11中名次保持不变。第一位保持不变的是杨超越。保持不变的是傅菁。第三位保持不变的是谁呢？段奥娟。最后我们都不知道最终的结果。还有一个实时点赞的数据，就是截至到今晚8点直播开始之前，实时点赞排名和今天中午12点点赞排名结果相比，名次上升的选手有。现在这个阶段上升很重要，也要靠我们的创始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竭尽全力地为我们综艺的选手点赞。第二位仍然是上升的，他是 Sunny。接下来仍然是上升的，第三位是赖美云。好
激动啊，好紧张啊，哇，当然不仅仅是这三位选手在上升，上升的选手还有，那接下来我们公布下一位依然还在上升的选手，他的名字是消息，真的，我希望永远念的都是好消息，我不希望念别的消息，念这个消息心情还是蛮好的。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好消息不断，好消息不断，还有好消息，还有人在往上上升。那接下来这位名次又有所上升的是谁呢？就是陈意涵，惊喜啊！这时候虽然没到最终结束，但现在听到好消息，怎么说对自己都是一个信心，还有一个鼓励。下一位依然有人在上升，下一位名次还在上升的是。上升的名字给大家念了很多了，但是其实大家也意识到，上升的同时就意味着有人在下降。那站在前排的王菊为什么没有上升呢？这个很奇怪。我们还没公布完哦，不知道哦，我们还是有好消息的哦。还有吗？好消息还有哎。哦，还有啊，好吧，那接下来还有人在上升。名次上升的下一位是王菊，你吓死了，真的是你。上升的还有，还有最后一个名额。这是最后一个上升的名额，他就是吕小雨。在你们之中，名次涨幅最大的选手，涨幅最大。涨幅大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最短的这么一点时间内，我们听到的最好的消息莫过于此了。好，我们即将公布就是涨幅最大的选手。他是，念出他的名字，陈意涵。等一下，我们就会即将公布在。